创业成功要有哪些基本的要素啊？红杉资本刚刚在它的官网上发了11条的创业成功要素，我觉得特别赞。我自己的创业过程中，我去跟他印证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收获的。我这里给大家分享，这条视频有点长，大家一定要看了，对大家会非常有帮助。第一条呢，就是市场一定要足够大。我们首先一定要找到足够大的市场，就是你要想在小河里是长不成大鱼的。创业者要有梦想，在一个大的市场里，你才能有机会实现你的理想和抱负。第二一点，目标一定要清楚。我在投资的这个过程中跟创业者聊，很少有创业者能清清楚楚的把自己的目标说清楚。很多创业者有三个目标，两个目标，他是糊涂的。如果你能指定一个目标，把你所有的事聚焦在这一个目标上，让他快速的成长，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。第三一点呢，你的消费群体一定要找有钱的客户，最好不要走中低端市场。我们发现好的生意都是针对有钱的客户来做的，他们的消费力强、购买力强、决策容易，所以中端以上的消费市场是非常利于创业的。第四个呢，就是聚焦，目标清楚，聚焦在一个点上，在这一个点上做爆，就像我们用放大镜去点火一样，一定在这个点上把它点着了，这样的话你的创业才能节约时间。第五是痛点杀手，你一定要解决客户的某个需求，那个需求越痛，对你来讲你就越容易成功。第六，差异化思维，在差异和优异面前，我们一定要选差异。优异是什么？就是我能实现一二三，你也能实现一二三，但是我的一二三比你的一二三好。差异是你能实现一二三，我能实现 ABC， 它不一样，在不一样的面前更容易成功。第七，团队基因，你开始初创的那五个人、10个人，决定了你的 DNA， 决定了你后面怎么走。所以前期一定要找特别好的人，一定要找优秀的人，尽可能把你 DNA 拉得越好、越优良，对你的发展越有利。第八，精益创业，所谓的精益创业就是最小 MVP 原则，你用最小的成本把这个模式给试出来，试完了之后再走。这一点上你可以看那本书，就叫精益创业，把这点描述得特别好。第九，敏捷性，就是快速反应能力、快速迭代能力。你遇到问题能不能快速转弯？这就是小公司、创业公司跟大公司比最大的优势。有一本书叫《创新者的窘境》，很清晰地讲了这个问题。小公司打大公司就是快，快打大是最有机会的。第十，就是恢复力。当你遇到挫折、遇到问题、遇到困难，你能不能快速恢复？也就是你公司的弹力。公司的弹力越强，你的公司迭代的就越快。最后一个，也就是第11点，节约。创业公司一定要节约。公司所有的事儿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花钱，而现金流是决定你这个公司能存活多久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。那越省钱的公司就会活得越久，活得越久，机会就越多。你看你的公司符合上面的11条里的哪几条？@给我。